一推我上的，对不对啊？我左右变化的，我四舍五度的，我开合的，你看他就稀里糊涂了。因为一般的人他没有这种理念的，没练过泰拳他过来，你看一般的人他没有这个理念的，左右上下前后他没有的，所以呢一般的人都是稀里糊涂的，一握一这样上手就稀里糊涂。他因为我有的这个叫科学里面叫我有的频率他没有，他有的频率我都有，等于是这样子。自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个性自然界都包含我们了，但是呢自然界所有的东西我们还没认识，所以呢这个频率对不上我们就稀里糊涂了，就等于是我们这个 WiFi 就是一个号码一打一打就对了，接通了，那个号码没有我们就接不通，是一样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 DNA， 都有他的 DNA， 这个 DNA 是什么呢？是他的密码，是他的号码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的，但是呢它这个宇宙的本源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号码，但是呢我们的号码张三和李四对不上，水平高的人呢，哎，他的号码我对上，他的号码我对上，他的号码我对上，所有所以呢力量大的人你看，你过来，他推过来的时候，他推过来的时候你看他这个频率我跟他一样，他的频率我跟他一样，他的力量就没用了，你看这对，你看他的频率我跟他一样就没用了，我的频率上去他听不懂，那么就他出去了，他就不平衡。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东西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前后左右上下那就是你来，你看他这个就这个是推手是吧，你看上来下去，这个是推手，这个手过来，这个手是推手，这个就是三手，你看这就是三手啊，都是动，对我来说它都是空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过来，你看它这个过来，它这个一接手，你看它这里，你看唰，这里过来，你看哈哈都是的，对，都是空档的，它过来，你看，你看它这个过来，顺手都进去了，都是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一碰就是打，一碰就是打的，就是这样的。